张总现在对我是非常的信任，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他的车呀、啊，就是我的车。那怎么说也是人家的东西啊。说你还有完没完了？走不走啊？啊，上车。嗯。没见着多好啊，怎么那么贵呀、啊？娜娜，咱真得改改咱们的老思想了。我现在啊，算是明白钱这个王八蛋的好处了。当个有钱人的感觉就是好。娜娜，我们将来啊，一定要很有钱，而且要有很多很多的钱。钱呀，有多少是够啊？我就想着够咱们两个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。哎。现在说什么都行，待会儿回了老家，你不该说的可别瞎说啊！你还不了解我啊？我什么时候瞎说过话呀？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你可不得闲。你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。道义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跟上啊，你看看。这不是，你怎么老那么心急呀、啊？你这老太婆，你。行啊。嗯，你。爸，妈。哎呦，瞧你们俩孩子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啊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一点点小意思、哎、啊。妈，哎，那眼睛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好了。你看，娜娜回来了。哎呀，叔，小勇啊。哎，哎呦，娜娜，你看你们，你们这不是都在城里混好了？哎呦，谢谢张奶奶。哎呦，三狗子，哎呦。又胖了啊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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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拿，来，我们拿。咱让人发大财了吧？啊，还是。咱大家别跟院里站，来，进屋里说。我说大家都听看着就行。进屋啊，进屋，慢点啊，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。胖点吃，哎，我吃饭。猴子，哎，添点茶，续点水啊。好，来，歇会儿吧啊。好好好，茶来喽。哎，拿来。小勇啊，真出息了。哎呀，小勇，我都出去有些年头了，现在不混出点名堂来，哪有脸回来啊？小勇啊，打小就机灵，我当初就说这孩子错不了。大嫂啊，你有这么个姑爷，你以后可就享福了。那是，那是。小勇，哎，外边那个车是你的？啊，对，我的。小勇啊，啊，你是啥公司？还给你配辆车？啊，我呀，现在是公司的领导。哎呦，配个车是必须的。当领导了。哎、小勇啊，你现在这一月能挣多少钱呢？一个月也就一两万吧。嚯，挣这么多呢？本事不小，不小。还行，还行。哎呀，这乡里乡亲们啊，看见这小娜回来，大伙儿都高兴。哎，我们全家也高兴啊。啊，我们想关上门，自己家说会儿话，说点事儿。欢迎呢，明天乡亲们有空都来串门啊！既然大哥家里有事，我们就不待着了。好，明天再来，哎，明儿再来啊！哎，明儿来啊，等他啊。小娜，嗯，小勇对你好吗？挺好的，他现在啊，工作也挺稳定的。等年底，我们要是攒够了钱，就买房子了。哦，那好。您啊，就放心吧。好，好。
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爸的脾气还是老样子。爸，这些钱呀、啊，您先拿着。我跟他过了大半辈、啊。我妈这刚大病初愈的，得买点营养品、啊，好好补一补，千万别少。嗯，啊，哈哈，放着吧，先放着。哎。